对，很年轻，身高1米68，体重75公斤啊。75公斤的话，如果身高1米68啊，好壮实，这个就壮，好壮实。赛前我还看他这个穿的这个降重服，所以的话，他现在至少得有81、82啊，我觉得。他这个肌肉维度是肌肉精度不够了，对啊，这是还有维度，还有精度不行。比多拉伊尔哈里啊，也是年龄20岁啊，非常年轻，中国新疆的这个哈萨克族，个子也不高啊，看来这75公斤上来了，个子都不高，这比他高，这个应该比对手要高一些，因为咱们两个在下面，他们在擂台上面，我们从下往上看啊，这个感觉不知道他们差距，但站一起之后，我觉得他俩应该至少有多半个头的差距。这个是一场啊，75公斤的比赛。嗯，哇，这个扫踢。哦，跳维斯要打地面啊，这个小胖子这拳也挺重啊。哇，这两个人啊，上来之后基本没有试探。啊，职业实战，战斗意志真是非常的强烈啊！我们的个子确实要比高一头，对吧？随便一出脚啊，就从他头上迈过去。哇！麻烦，我们的俄罗斯的这个要麻烦。然后上去了，这两个人一直打到围栏里面，打到围栏外，这个杀红眼啊！一个人打出去了啊！这个是我解说 CKL 比赛，估计有几百场了吧，现在第一次看到一个选手、两个选手隔着围栏打，去白球啊！这什么情况啊？牙套掉了，他的力量不行啊，他的力量没有这个啊，没有这个比多拉的力量好啊。因为呢，这个比多拉呢，身高的话比较高啊。刚才在那个位置啊，连推带打啊，把这个小胖子打到这个围栏外面，两个人隔着围栏还在打，杀红眼了。哇！然后摔不住，对，这个小胖子呢，摔也摔不住，但是很顽强啊。我看这位他能不能逃出来啊？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想要。不会起枪，这个把背起来之后，就是有可能给对方裹脚。要起啊，继续起，在这个位置是挨揍的位置啊。打后脚，你不会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喂，拍了，拍了。我去。没问题是吧？没有。嗯，哦，我以为对方是拍了啊。这是什么？现在比赛继续进行啊。这个我们要听场台的啊，场台的是这个场上的法官啊。应该说双方，我还是多想看一会儿这个孙老师啊，双方这个上来之后拼的真的很激烈啊。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看一会儿，就是这个我们俄罗斯的这个弗拉基米尔啊，想赢是不太容易了，对啊，但是他才能坚持一会儿，对，他的还是很猛的啊，关键是什么？他没有拳，没有脚。对，剩下猛那是不行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的有些大师，没拳没脚，只剩嘴，对不对？要是用嘴这个孩子，那小胖子，对，小胖子肚子上的肉啊，还是卷一卷，看能不能打这65公斤。对，这下坚持不住了啊，我觉得很难。没事，又出去了，停，对。这个我容易这个裁判着急，这个红方啊，有点打有点杀红眼了啊。
比多拉一定要注意，要他警告他一次。对对，已经警告的，因为他一定要听裁判口令，裁判叫停，你必须要停，要警告一次。红的也累了，不行，对，红的也累了，对吧？哦，整灯。袭击！哇，这个俄罗斯选手啊，很顽强，非常顽强，个力很顽强。高哥得累得呲牙咧嘴，累得这个切齿啊！对，怎么还不行？就不信打不倒你啊！这打真没劲儿，石老师真没劲儿了。我看着打不死的小强，对，今天给你们演一演，啥叫打不死的小强？但是我觉得这一下就够呛了。这个是接 TKO 了 ，TKO 了啊 ，TKO 不行，对对对，不错不错，打到这块这个战斗的最后一个时刻啊，裁判这个实在看不下去啊。好，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，红方选手来自新疆的比多拉 TKO 获胜，获胜。觉得这个